这部分谈的第一件事，我想应该有掌握。有偷渡出去了吗？还是这部分我想谈的第一件事，我会指挥整个相关的一个单位来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追缉哈。那这部分我尊重台南地检署的一个侦查的一个策略。哦，那个这部分我们有去罗委员哈提供给我们，我们已经请台南地检署已经分案侦办，那时候就及时就分案侦。对，这个防考机制，我想这部分就是已经立即分案了哈。那这部分也有跨部也有尽管的。限制出境出牌作为一个措施的，我想这部分以我们检方的侦查手段，这是一个法定的一个策略。这部分我们认为有逃亡跟构成证人之嫌，所以这个在10月23日是有申请羁押。这个电子监控是属于停止羁押的一个替代处分，以现行的法制有申请羁押就没办法去做一个电子监控的一个申请。